曲，这首歌叫做《我的心太平》。出来，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。然后呢，爆发出来之后，到最高音的地方又要转成一个假音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要模仿我的人呢，我不相信他可以唱得很好。好的，我们本轮的 PK 歌曲叫做《我的心太乱》。哎呀，真的，我的心太乱，因为上一期小刚被排在第五，而且这期的巨星评审团三位又是模仿得如此像。让人心怎么能不乱呢？但是好，定定神吧，这一轮的比拼即将开始。好的，在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每一位歌手都会被事先设定好代表他们的颜色。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当您看到电视屏幕的颜色在发生着变化，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歌手也在发生着变化。究竟哪个颜色代表小刚，哪几个颜色代表其他的模仿者呢？我事先有问过各位优秀的模仿者，你们能听出小刚的声音吗？他们三位大声说没问题。也空白，老天在。